干嘛？对面好勾巴肉啊！对面妈的三个前排，两个 C 位，这把真难打打团。我们上路被猛推线呀！我们上路。 沙拉夫应该往我南方演了。 他们岩穴可能在后面岩穴。哎呦，有这种会看信号的队友很舒服，你知道吧？ 前面 W 了，感觉对面岩穴会来一波的。好装啊，闪现都不交吗？啊，兄弟！ 好装备啊！他闪现都不交，我刚才摸眼摸慢了，你妈的，那个摸眼摸的好慢，不让杀了。对面那个人真奇怪，都挂着我的 Q 了，他怎么还敢往上来呢？很夸张啊！对面岩穴是红开的。 刚刚那个摸眼摸的有点慢，没摸出来，不然妈的岩穴死了，我操！ 死了呀！
啊！这都给他活下来了，我操！ 杀不掉呀！ 아군을 당했습니다. 자, 더블 킬. 자, 트리플 킬. 지피지기면 아군을 당했습니다. 낭비할 시간이 없어. 他们这波怎么越下越出事儿了？好奇怪。 这脖子推了岩雀儿上来咋办？ 값진 시험을 치를 것이오. 앞을 못 보게 된 건 용의 분노를 일깨우려다 혹독한 대가를 치른 것이라오. 可以。
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这鸡好恶心啊！你妈的，第一时间竟然还回头，这个鸡直接走都走了，还搁那回头呢？哎呦，对面视野放的有点好呀。感觉韩服的人都喜欢买真眼，你看这全是真眼。刚才那一片走过去，全是对面做的视野。对面下路来得这么快吗？哎呀，打不掉了。对面视野都这样子做的吗？哎呦，好烦，炮车漏了。刚好漏了个炮车，差点炮车，差点钱啊！把真眼卖了吧。
这 pose 漏的好烦。这把有小法，不怕秒不掉人。哎呦，这他被勾了，有点烦啊！他们打野成早了呀。再猜一个。大龙了呀，可以打大龙吗？感觉这把凯南着急了呀，其实没必要闪现的呀。蓝被人吃了吗？
哎，不是，泰坦没大，这不会绕后吗？泰坦这波没大，他去那个位置干嘛？我操！哎呀，我这波跟他跟的好傻逼呀、啊！我操，他这波没有大，他刚才有大就好了，他没大，他绕到那个位置去，我以为他有大的。我这波冲的有点太快了。海南为什么死了呀？海南在干嘛？好勾巴离谱啊！잠시명상을하겠습니다我都说了，我以为他有大，你懂不懂啊，傻狗？听不懂人话？他没 ADC 有闪现了呀，这不。奥拉夫喜欢带线的，来抓他。这个 TP 有点浪费的感觉哦。别急啊，妈的，杰都不在的，你们去干嘛？我这不好像失误了，我这不，哎，我浪费了个春哥。哎，我浪费了个春哥啊！我直接 Q 过去就好了，还是说被人拦住了呀？这不。啊。不过没关系，下波 ADC 没闪现了。
ADC 没闪现了，哇，他有表啊，这个表得注意一下。其实把对面 AD 杀了就赢了，对面其他人伤害都很低的。 这个奥杰给他파괴했습니다。这他妈对面好吓人啊！我操。 啊！这个凯南真是怪物呀，这凯南。 这凯南刚才有点蠢，他为什么要露头啊？他不露头看我位置，等我 T 就好了呀。他刚才别露头看我位置呀，我可以闪现 T 他脸上去的呀。好呆呀，这些人还韩服王者吗？ 都摸不到对面那个 ADC 呀、啊。
하지 마시오. 没有来下了，妹妹。我现在连针眼都没格子去买了，没有格子买针眼很痛苦，这对盲僧来说太痛苦了。 妈，这黑哥扛着硬拆了，我操！阿古尼，打死！这里李千尔追过来。 他为什么要 W 过来啊？你他妈清兵呀！你他妈还害我掉了个春哥！这队友真不行，这队太菜了！妈，这杰跟傻逼一样，我真无语了。你直接清兵不就好了吗？他这还 W， 他这还 W。